大家好，这里是由大正有机整体厨房冠名播出的时来运转。今天光临我们节目的美味来宾呢是好爸爸吕斌，欢迎吕斌。大家好，您好。吕斌今天要推荐的这道美味和这个节气有关系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春天菜。春天的菜。对，大家可能说春天的菜啊，那是什么菜？韭菜。韭菜，对，春天有像韭菜这样的蔬菜，千万不要错过哈，是一年四季当中它最好吃的时候，最香最嫩。所以我们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，说春韭香，对，夏韭辣，秋韭臭哈。倒不是说它真的臭，就是说这一年四季当中味道最好的就是春天的韭菜了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个春韭来做一道好吃的菜肴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原料？先去看看，待会儿回来聊。韭香麻油鸡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童子鸡、韭菜、白芝麻，调料是盐、鸡精和料酒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吧，吕斌。好嘞。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食材呢？首先呢，今天刚开始是不动任何的刀，而是先烧一锅水，在蒸笼要先烧水。好，蒸锅，你要准备一下。烧锅热水。我们需要的是开水。开水，开水。因为说过，等我鸡翅放进去里面干干干蒸。那我们现在要把那个鸡呢，给它稍微给它腌制一下。好。鸡买回来之后，给它洗干净。之后在这里面，我们就给它添入盐。好的，一定是小子鸡，这点要注意哈。它记得盐的量要稍微多一点点，因为我们等我就不再下任何味道了，全部靠现在的味道。就是盐的味道。哇，这样子看你去处理的话，我觉得会有点像白斩鸡的做法。对，白斩鸡呢，但它是放水里面去给它浸泡熟的，而今天是把它干蒸熟，有点像叫做盐焗鸡。对，我还想说有点像盐焗鸡。对。但盐焗鸡的做法可能我们在家里面有那个比较不好做，是的，类似它做法。好，我们放个盐，放了些鸡精，之后呢在这里面放些料酒。好的，料酒量不要多，它只是去腥，毕竟鸡本身一种腥味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多的话呢会和韭菜产生冲突。好 OK， 好，加一点料酒是去它的腥味，然后加了点盐，还有呢就是一点鸡精，也让它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咸度、咸味在里面，香度在就好了。然后现在需要过度的调味，现在要给这只可爱的小鸡做按摩了。好，那这个按摩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急，不要抓两下就可以了，一定要让它这个味道啊，那个盐巴充分的对渗进去，渗进去融化开啊，就说这个步骤是很关键，这道菜到底好不好吃，哎，就是一个关键步骤。这是第二个，第二个呢，这个肉啊，通过它的按摩，就像我们人体一样的，按摩完之后，它的肉就变得很松散、很嫩，对，让充分的吃进味道，然后也给这个肉质做一个简单的按摩。按摩是的，做出来会更好吃。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取一个盘子，这只鸡放到盘子里面，直接入蒸笼去蒸。大家看完之后说，哇，好小啊，这到底是鸡还是一只鸽子？它是鸡，一定要选这种小子鸡。好，水开了之后放进去，加盖儿哈，开始。这样子蒸，也就是干蒸了。干蒸这个时间要多久？20分钟左右。像这种鸡是20分钟左右，那根据它鸡的大小，20分钟像这样子就基本上就可以。好，我们这边哈就是让它开始蒸着了哈。另外再来说一下这个韭菜，我们要怎么处理？好嘞。那现在我们要处理这些东西了哈。其实今天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。为什么简单？一整道菜就切一个韭菜，其他没了。一整道菜里面。所以那只鸡蒸完了之后就是那样子。如果说你想去给它切成块也可以，一整只鸡手撕也可以。可是我们今天说真的说动刀部分只有一个韭菜。哎，这样好健康哦，只是蒸一蒸，对不对？然后其他的食材，你看用到的又是这个，韭菜。对。只要切成小碎粒。对。好，那今天基本上切的部分基本上就已经都结束了。等我，如果说你鸡想切的话。你切一下也可以，不切其实也可以，也可以的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熬这个油了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做的这道美味叫做韭香麻油鸡，对，这个麻油怎么熬制也是挺关键的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锅子给烧热，烧热一下。今天我们就是要熬这个麻油嘛，用到的就是欧丽薇兰的橄榄油，它很适合热烹，对，耐高温耐煎炸。那另外一款欧丽薇兰的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它就更适合。